同所有黃金海岸呢一邊倒數嘅朋友啊，打聲招呼 ，Hello， 你哋好嗎？因為我嗰陣時細個當然好中意睇卡通片啦，咁因為我知道咧翠兒喺佢嗰個卡通片裏面係最細粒嘅，咁我就覺得好似自己啊，咁所以咧就係特別係中意佢，咁好似係第一個自己同屋企人講我好想買嘅公仔就係翠兒。加拿大嗰陣時，加拿大長大，咁成日電視會播嘅。咁我成日覺得係好聰明嘅一隻雀仔，因為成日有隻大嘅貓傻包就會追住佢噶嘛，但佢又成日都玩翻只貓轉頭。转动